他那个 V 哦，对不对？是一个 V， 对不对？然后他那个胸型呢，是呈现一个国字，像入，有没有？然后 V， 然后一个入 ，V 入 ，V 入，就是美女，就是 V 入 ，V 入 ，V 入。下一个，哎，下一个是色情王推荐，哎呦，压轴嘛，哎呦，对，下一个我看很难出来了。以我看女生的角度，是这么多以来，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最能代表女生性感的 ，What What？就是一个英文字 ，yes， 英文单字 V， 哦，这个 V， 而且不是普通的 V， 是要超深 V， 啊，有那个 V 代表什么？什么 ？Victory， 胜利，胜利，胜利，胜利女神就站在你前面。你怎么侮辱胜利女神？不是不是，而且重点是那个 V， 超深 V 嘛，可以让你看到三个曲线，哪三个？三个，一点点的锁骨，哦，然后再加上胸，再加上一点点的肚。哦，这三个曲线一次都看得到。哦，这么神秘，非常厉害。这个 V 跟刚一开始康哥他想象的那个是有点像的哦。嗯，哪个？你不是想象那个假面骑士的那个？是的，是有这个是。你两个之间的 V 有像，还有别的部分。我那个是细 V， 超细 V。OK， 来，请看剪影。这个，咦，来了，这个可以剪影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哎呦哎呦，我哎，但你看他整个我会跳舞哦。哇，这个是剪影里面最忙的哦。你是云门舞集的，哇，你是忙剪忙的啊。来，请问一下，维多，好像游戏里面维多的三维是32、23、24。三十二什么呢 ？D D， 嗯，哦，那你待会的深 V 出来，可能可把我们一一击倒。哦，惊为天人哦。真假的又来了，怎么样？真假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哇塞，真是假的啊！同样也要坐稳喽。哦，那么厉害！哎，哎呦，哎呦，你看鞋子就厉害了啊，有品味。你看这个质感，有没有？你看，你看这里，你看这里，哎，那个底，那个底部在这里，他已经开始 V 了，你中风了，哎，后来真正的 V 开始。哇 ！Victory！ 喂！来欢迎！哇，欢迎！哇！哇！哇！怎么录影啊？这么录吗？对呀，这是真的。维多，你不是，就是说深 V， 他穿起来跟我们一般想象深 V 不太一样。嗯，优如华贵 V。对对。一点哎，很高雅，对对对，是属于典雅，典雅，走在红毯上，高雅 V， 高雅 V， 对不对？嗯，哇，你穿这样会不会不自在？蛮害羞的。怎么害羞？那个都不害羞，你害羞？个性不一样。紧张。紧张什么呢？就在他后面很紧张。不要紧张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没有输哦，没有输，没输。哇，气质很好。对啊，今天四位都很厉害，对，只是厉害的点不一样。嗯，请问一下，你什么星座？水瓶座。OK， 有没有男朋友？水瓶座。嗯，看谁问我。哇，哎呦，你好会撩哎！太会太会了，人人有机会。康哥问你呢？康哥刚问你了。嗯，没有。中哦，康哥你中哦。你先。你为什么挑舔舌？因为他刚他啊没有。你看，这是表示这个是个柔性的打枪。是是。那如果张立东问，张立东问一下，不要不要，如果。张立东，你问，问一下，维多，你有男朋友吗？关你什么事？失败人都这样。好了，再问一遍，我们看他反应。维多，你有男朋友吗？今天没有。哎，张立东也可以，张立东你也可以哦。这什么意思？还想还想问看，还想还想问看，还想看是不是？还想还想问啊？还想维多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我有了，谢谢。口袋在掏钱呢。口袋卡太紧，对呀，好快，你在算钱啊？哇塞！你觉得这一套，你觉得最性感的部位是？应该是锁骨吧。锁骨，客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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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客气，不足的看不太到。那平常穿着是什么样子？其实我平常比较穿运动风、休闲的，也是运动的。来，我们来看看他平常穿着。也有气运动风，你这哪什么运动啊？这哪休闲啊？我也有，也会穿小洋装。这个名牌风吧，炫富啊！而且就是把那个巴黎铁塔穿在后面。对，那件衣服是我去夜市买的。啊在哪个夜市？通化夜市。通化夜市有巴黎铁塔装。那件才690。
哦，你很会买啊！这样法国人看到不会吓一跳？没有，他们就很好奇在哪里买那件衣服。对啊，好有趣。那观光客都不跟巴黎铁塔拍了，都跟你拍了。而且讲真的，在哪里买？通化 Street。在哪里？好，下一张。哎呦，说好的运动风嘞、哦？对啊，运动风吗？休闲啊，他穿这样跑步啊。立冬，我平常真的都穿运动风的嘞。哎呦，平常哎，不要乱讲话了。运动很夸张，为什么你会知道？是哦，为什么有染？哪一次？没有没有啊，什么时候？就我们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，他是穿比较运动风。你耳朵又红。我没有，就说谎了。自己转过来看啊，真的、啊，哇！啊，我也耳朵要漂白了。你们认识多久了？没有，因为他有来客串一下那个戏剧。对啊，跟戏剧界有这么深的瓜葛。对啊，到底作品是什么？你也是他女朋友？对，他女朋友很漂亮。对，就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。美女与野兽这样子哈，喜欢什么？跟你差不多的。哎呦，这个花多少钱啊？康哥，你我大概这个月钱都花了。这个是运动，还有一件，还有一件运动，真的运动啊！游泳运动啊！数绳子的运动吗？这是你的泳装。对，泳装。哇塞，所以其实你也蛮习惯身上这一套衣服的。渔网装，这就刚好，因为立冬说他想要那种深 V， 但我就真的没有深。他昨天打电话问你这样，我没有啦，就是刚好是这个岗位，太厉害。就是你平常觉得你自己锁骨最性感，嗯，所以说你只愿意露到锁骨。很喜欢穿平口。哦，刚刚有人说有人最杜乱讨厌平口，对啊，你刚要改观，真的，那平口也不错啊，要改观。那请问一下，就是以前的男朋友会反对你穿这些性感的衣服吗？不会，会从来不会吗？蛮喜欢穿这样，嗯，哦，那你自己出去可以穿这样？可是我自己通常不会出去，得体，自己通常不会喜欢穿这样，比较喜欢穿那个帽 T。哦，帽T加球，因为球鞋，对，因为工作都穿那个高跟鞋了。是，那张总，你曾经看过女艺人穿类似这样的衣服？对啊，对啊，我曾经看过，就是有一次金曲奖，然后蔡依林有穿类似的服装，哦，有，非常好看，就是你会觉得很典雅，然后又性感这样。嗯，然后我就觉得今天她穿的这个跟那个其实是不遑多让，是不是？真的不相上下。对啊，而且你看她这个 V， 我来帮大家解释一下。请解释。你看哦，她那个 V 哦，对不对？是一个 V， 对不对？然后她那个胸型呢，是呈现一个国字，像入，有没有？然后 V， 然后一个入 ，V 入 ，V 入，就是 V 入 ，V 入的意思，就差不多。有。对啊，那如果说张立东追求你，会给他一点机会吗？可是他身边正妹很多哎，他假的，他都假的，有比你正吗？他都没有约我，对啊，他真的也没有约我，他没有约你啊，甚至少约很多人，你甚至有约我，他甚至没有约，是因为我们人在日本。对啦，这个我可以做证。他后来有办别拖啊，然后对，那就没有，对啊，没有约，哇塞，我知道，他隐瞒着我，不让我知道那个拖。因为很多女生，哇，张立东眼睛瞎了。很多女生，对呀，你没有对她动过心吗？这么漂亮，就会觉得太漂亮的配我好像有点浪费，会自己会觉得高攀不起。那是什么？本来只想要谦虚讲，要被肯定了，不能再发生一朵花插在牛粪上。为什么是再发生呢？啊，再发生的再是没事，牛粪。牛窝粪胸。爸爸妈妈看到你穿这样会怎样？应该会被杀吧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爸爸比较管得严，妈妈？爸爸蛮严的，蛮严格的。那今天看到你穿这样，他不会觉得？还好他们比较不看电视。哦，那我就放心，那就常来。那我们接下来访谈就可以大胆一点。标准很漂亮，谢谢，来请坐。暴晒就不要啪啪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啪啪照。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，就要看三立新闻网。懂了就动作啊！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。SETN 三立新闻网最优质的网络新闻媒体。